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管教恶猫台湾Fur第四集。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左侧的这一只类虎斑猫是新来的，然后现在在车底下是臭肥，然后他们现在似乎在争夺地盘，还不知道什么的互相示威。为了避免场面太火爆，我们保持一点距离。哦，似乎有一方已经开始示弱了，似乎是新猫好像有点示弱了，声音越来越小了。可是臭肥似乎也没有要出手，还是有所保留吗？就不。我们的工作团队出手了，这场争吵似乎暂停了一段时间，哦，又再度开始了。看来工作团队的干扰效果不彰。现在两只猫都已经钻到车底下，画面已经捕捉到，没办法捕捉到任何东西了。声音似乎消失了，还有车牌。这场战斗似乎先告一段落了，那么我们进一下广告，马上回来。